大家看我这一棵石斛，现在长了很多的这个高芽出来，而且呢，这些高芽都暴长了一些新根出来，效果非常的不错，同时又开出了一些花。那么具体怎么养护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经常给它喷洒这种 HB101 活力素，因为这种 HB101 活力素呢，喷洒上去之后，它可以激活植物的一些生长细胞，喷到这个杆子上面，可以刺激它的新芽生长，让它长更多的新芽，长新根出来。不管是我们食用的食物，还是拿来观赏的食物，它都可以用，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有肥害、有药害，因为它是纯植物提取，没含有任何的化学成分，可以大胆放心的去使用。而且呢，这种 HB101 活力素它的浓度很高，我们只需要在一升水里面滴上4-5滴就可以了，喷水的时候给它喷一喷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让我们的食物长新芽多，长新根多，拿来分株繁殖，只要一棵食物就能分出很多盆。所以说大家想要自己的食物达到这种效果的话，不妨试下拿这种 HB101 活力素来给它喷，经常喷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